看你们胸口的徽章，估计你们就是那个空间战旗队队员吧。啊，你啊，扎基不错呀，能认出我们，证明你的眼光也不错。哎，走开，我来。我们今天来啊，是要找天星大赛的格斗冠军李铁雄，应该就是你吧？我是第二名车天宇，要不要 PK 一下？还是让我来吧。我是主观射击类第一的王一杰，你排第二吧。不过你的目标射击是第一，但我也排第二啊，所以你想 PK 的应该是我吧？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说的铁熊。网络游戏呢，是给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打发时间的，我的生意很忙，没空玩。你敢羞辱我们？你以为炸鸡卖得好了不起啊？啊啊！但是这个炸鸡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对呀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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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你们都给我让开，我有事情跟他说。哎，凤梨香蕉奶茶好久没喝了，要不我请客？好，嘿，走走。凶什么嘛，真是的，走。我想应该不是他，哎，搞错了会很糗，哎，快走开。你好，我是扎球儿，你之前救过我的。嗯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给你的感激卡带了没？买鸡腿买十送一哦。好啊，你这个家伙还跟我装傻，真当本美少女数二了，好欺负啊。哎，你那招原地高抬腿是和街头快打里的美军大兵一样的吧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我说了我不玩游戏的。和新山厨卫也一模一样。哎，哼哼，在装嘛，就是你。哎，这个动作也是格斗冠军李铁雄最常用的招数哦。啊，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明知道炸鸡腿不好，可是因为有人爱吃所以才做得这么好吃，对吧？你将来想做什么？是想做烤鸡腿、卤鸡腿、白切鸡腿、鸡腿沙拉研究所？卖鸡腿怎么不顺便附送维生素呢？哼，叫你别惹我。嗯，没有失去过的永远无法知道，满足只需要一点点的知足。没有彻底吃过苦的人，也不会理解那种在困境中拼命挣扎的感觉。嗯，我在听哦。如果你们战斗的时候没有抱着最后一战的决心，那么你们就很有可能输得一塌糊涂，而且连为什么输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劝你们，在面对星巴克的时候，每一战都要抱着最后一战的决心，还有在平时一定要多加训练才比较靠谱。不管你拿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跟我讲大道理，但是现在的小道理你先说清楚吧。那如果不是你的，我明天来拿回去；如果是你的，就要像个男人一样说清楚。快叫我回去问呢。哼，没关系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办。好刺激啊。哦，各位注意，收到 3D 入侵信号，请各位空间战机队队员分头赶往现场。 3D？ 嗯， 3D 啊。嗯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啊，慢走。看来真的没有永远的秘密，但是为了在乎的事情，果断的付出热情，不需要理由，就算牺牲自己也是必要的。不知道那专人机器在哪边，怎么办啊？对啊，能怎么办，只有分开行动了。三个地方怎么分呢？你们两个一组，你们两个一组，我去第三个地方。哎，这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啊？对啊，哪怕是陷阱我们也得去啊。你每次都那么冲动，你别逞强。放心了，我可没那么傻，打不过难道我不会跑啊？对，走走。
住手！斯密斯，站住！兄弟们！老弟 ，Ready, Space Danger Blue, King 战位 ，Ready, Space Danger Pink, 梦战位 ，Ready, Three, Two, One, Power Fighting, Yeah, 勇往直前，天战位，智慧美丽，梦战位 ，Space 战机队团结一心，开工。妥妥的，我们都是用支援火箭吧？知道了。快走。好。搞定！天生无敌，火战位。要的就是这结果，先搞定这家伙，你这没用的废物，去瞬移，在这里啊，我踩，可恶，打得好爽啊，摇控制，删除成功，火车位不行了，快去支援。知道了，我们走。好。你完蛋了。什么？你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这红色的家伙交给我。
你们就这点本事吗？今天是你们的末日，去死吧！谁啊？你们三个没事吧？是你？那就是从海梦星逃回来的家伙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厉害。兄弟们，我来陪你们玩玩。星角刃。给我上！啊！一群饭桶！哼，你们一群饭桶！你很厉害吗？你很厉害吗？这些新 bug 为什么越来越会搞计谋了呢？难道他们学会了孙子兵法里的声东击西？啊，不对不对，到底是哪招呢？哎，阿碧啊，你说这招是不是孙子兵法里的？老爸别闹了，正在紧要关头，你接什么广告啊？哼，嘿，哟，这，这是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上。我们也去吧。好。是。后面就交给你们了。耶，等等，越来越多，我们的计谋竟然失败了。你不是很行吗？那再想下一招呀。那就用一次性解决他们的这一招。来，实习冒险。一起上，准备，连续攻。这下只剩下最后一招了，脚底抹油，走为上策。啊，走什么？不打爆他们有什么意思？那我还有事儿，可不陪你了。冲动！只剩孤零零一个，你被出卖了。你这家伙不讲义气，我自己来。性能合击炮。
Smith 星能猎炮军，快点！再见。全员炮。启动穿梭，让我痛快打崩地球，来吧！好样的，看你了。放心吧，你啊，真乖呀！银河勇气王组合，银河勇气王组合。准备落地，让他们见识一下银河勇气王的厉害。等你很久了，那就来吧。拆爆王杀，火力太强了！放心吧，这个是拆爆王二代呀！本地图的空间快崩溃了，撑住五十秒。不需要五十秒，很快就破关了。海星舰进入，继续攻击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哦，太好了，反地图空间恢复正常。海星舰转换形态。什么？可恶，就差一点。准备落地。是吧？可恶的家伙！攻击天星战机王！我要让全世界看看我的脾气有多坏！删除他吧！
银河暴风波发射，天星柔击炮，你已经被杀了。竟然打爆我的拆宝王二代，那就别怪我啦。就随着我踏上通往星河的梦之翼，不管明天有多少个挫折，胜利的光芒会永远照耀着。浩瀚无尽的宇宙，该去哪山了，我们勇气做梦上的守护神。 Ready forever， 窗外忽然下起这美丽的流星，向着成长的烦恼和星球大战的结局，梦想是否能成真？但是妈妈告诉我没有不可能，她说你有梦想就要勇敢地去坚持，就在